景深在里面。金风雨，什么意思啊？金风雨，它有风吹雨打都不怕。为什么大叔不怕？它长大了嘛，它就不怕嘛。你快点把奶先喝了，好吧？奶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好的，我喝完奶就不吃不下别的了。先喝完奶再说。什么东西、啊？停停停停！我们家是杂货店。眼镜。为什么是这样的眼镜？不错。我看见。我看到你的眼睛了。杰森，搬货。你不觉得你妈妈买的太多了吗？对呀、都放不下、你看放哪儿啊？都没有地方放，只能放门口外面了，爸。是吗？不要了。真的是那么觉得的吗？可以买这么多。可以买这么多。你想买这么多就可以买。爸，你就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对呀、这么多太多了吧，还4000个，都数不完呀。你能数得出有几个吗？一，正好都能算100以内的加减法了。行，我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二加二等于几？哇，30吗？太笨了，啊，不笨不笨，我没学是不是？是吧？没有人教我们，我们怎么会呢？你去写字去，好不好？你去写两页字，好不好？写什么？那就写你的英文名吧，杰森。对呀、留给写好你就知道了。我会写包，你会写包，你写反笔。
你这手不写脏了吗？你看这写的像啥呀？昨天不写的很好的吗？你右手写，这样写过来，这样就不会把手也写脏。所以就在这上面写。我也写的，拿左手写。来，写写。你自己喜欢拿哪个？老师都讲了，左手会写的慢。明天那他本来就是个左撇子，你非要掰他右手干嘛？左撇子的多嘞，不都改过来了？这写字谁说的？很多人都是左撇子写字啊。左手写字聪明啊，右手写字人就不聪明了吗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嗯，你喜欢用哪个手写就用哪个手写。说实话，你那浴缸里面谁放进去的那些东西啊？啊？妈妈。妈妈放进去。妈妈，她不让我拿这些东西。他说这个是塑料的，塑料的。外婆不就是说玻璃的好，塑料的在水里才能飘起来呀。对。你去。你去。到底是谁放的呀？你为什么老出卖我？因为你不哭。那玩具是谁放的呀？是我放的。是你还我放的。对呀，那你怎么只说我不说你自己呢？行不行？